哎，老公，问你一个问题呗，说。是不是只要一个不算难看的女生对你们男生主动，你们都忍不住？那可不一定，那得看是什么样的男人。比如说我，难看的也忍不住。老婆，你说为什么人们那么喜欢钱呢？每个人都需要钱，喜欢钱很正常啊，不丢人。你看啊，国家有钱，别国不敢骚扰。家里有钱，遇事不急不躁；老人有钱，儿女常来报到；男人有钱，美女投怀送抱；女人有钱，男人随叫随到。说的有道理，但是哈，老婆，我觉得咱们喜欢钱正常，但是君子好财，取之有道。我们是呗，对不？我们挣钱得遵守法律，不能违背道德。对。